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iQ28 手机频道的编辑李思康。今天我们很高兴的拿到了魅族 M9。今天我们刚才已经给大家送上了开包的零件，现在我们想让大家来分享一下这台手机的开机以及流畅程度如何。好，就跟我们一起来吧。可以看到经过一段时间以后，这款手机已经开机了，现在是它的主界面。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魅族M9的整个流畅程度还是非常的不错的。